负了引来将魂丝，就想下多想你。在吊顶饮水从的心底，为美名在初心，本兄初告身为统兵马大元帅，练就全身好功夫，这是创新古变的英雄。今日为了楚王料理一切，点兵派将，此期间是我多听军情，我率领的了解，原来为国不改，今年派下兵马到位。此事赶紧向前来去，收拾楚王就是哟。不可再输在前敌呀，是恁不该起兵来告慰。